自己。对呀，兄弟，哎，你有多少个呀？我有四个鸡吗？他妈的这么穷，有四鸡吗？我没四，我也有四个鸡就这个，那这个圈扛不了药，大哥，下个圈才能扛药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我们就在下个圈，我们在圈里，大哥。他们是弱智吧，还想炸死我们呢，要人呢。兄弟，我们来模拟一下，在你对塔的局面，三二一。谁个？他妈什么？大哥，你别想。我在想，你上班去。我们再不出去，我们要被困在这里了。不会，他们要出去。这不是圈吗？这里是圈，下一个圈就不一定了。哎、门口就不是圈了。大哥，要不冲吧？他妈冲出去，别人的尸体全部秒他们。我有办法，我知道，我先扔几个流星砸他们，扔几个电吧。我操你妈！不是我扔的，他们扔的。快点，我们要走了。真的不走不行了，说实话，真的。他们那个没了，他们那个没了，他们都被人打了。来，师傅，来，师傅。我操你妈！没事，师傅，你死不了。没事，现在还在圈里。中间给。不在。我看见了，是在那个240方向，就在围墙，盯着你们。240围墙。啊！我操！我操你妈！周姐，我操你妈！大哥，你怎么把我送人这么多人走啊？你怎么站在我雷上面一动不动，大哥，甚至还坐在上面。大哥，你他妈是敌人派过来的，我你妈！我他妈扔雷炸敌人，没想到那个雷他妈弹回来了。哎呀，老子真的绝了，兄弟，你给我玩这些操！我不是，我是你妈，你他妈是傻逼吗？我他妈扔出去要炸别人，知道吗？那雷弹回来了。老子真的是想打你他妈，怎么老子气惨了，我操，雷太多了，想消费一下，你知道吗？我就把雷全部扔完，你知道吗？我要稳稳的幸福，能抵挡末日的残酷。战车即将到站，请您点击关注，带上期待，卸下不快。我是薛师傅，感谢您的关注，欢迎下次乘坐。